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光临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在这里举办的刘亦菲进军歌坛答谢会。今天我们的国宾馆绿草如茵，灯光如电，宾朋满座，不变的是希望，升腾的是梦想。今天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现在我们有请这场活动的主办单位负责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歌唱家、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郁钧殿司长致辞。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呢，大家能够光临我们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今天主办的这个晚会。有很多老大哥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有我们德高望重的郑万通大哥，全国政协秘书长，还有我们蒋孝宇大哥，奥运会的主任，还有我们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秦志刚，还有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于书记，还有北京市孙副市长，很多我们八一厂的刘厂长、电影局的江平局长，所以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往后看看，往后看看。那么我们作为这个主办单位呢，主要是我很荣幸的第一次请刘亦菲唱歌的人就是我。那个是在去年2002年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当时呢我们就觉得中国啊应该出现一位既能演又能唱的走向世界的一流的女星。当时我们很多人在商量了以后呢，就认为刘亦菲具备了这样的特质，所以我们就找了她。没想到呢，她的演唱很快的在电视上出现了以后，就引起了世界几大唱片公司的注意。其中呢，今天还有很荣幸的跟索尼的音乐公司签约，也是预示他迈向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再有值得庆贺的是呢，今天是他的18岁生日，是成人礼。那么我们用掌声祝贺他水晶公主18岁，好不好？好，那么下面我的话就说完了。希望大家还能好好吃，好好喝。谢谢太感谢了。好，我们用掌声欢迎刘亦菲。谢谢。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晚上你们能够来参加我的答谢会，今天歌坛的答谢会，还有我的18岁的生日成人礼。非常高兴，总之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玩得开心，然后喜欢今天晚上的节目，然后能够继续的支持我，喜欢我，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是有什么节目吗？接下来我是不是应该把你的一位老师，也是把亦菲推向全国10000000观众的一位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金粉世家的制作人尤先生，有请尤制片人。尤建明先生，没上过一次节目，今天是第一次上节目。谢谢。我这次要讲感谢，最感谢的还是三里屯酒吧的那个广告，那个金飞国际公益当年的，所以才有幸我们第一次合作。将来我在此祝愿你越走越好。谢谢。
我还要就是今天想特别特别的感谢刘先生能够让我走上迈出走上演艺道路的第一步，因为是他一开始就先发现了我，拍了我的第一部电视剧《金粉世家》，能够让我有机会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一直也是特别支持我、关心我和支持我，所以谢谢，谢谢。这个谢谢刘宪明先生，这个支持亦菲走上影视这个屏幕的呢，不只是刘宪明先生，还有马中俊，还有王鹏举，还有张纪中。现在我们有请全国著名的制片人张纪中老师到台上来。今天他18岁，我应该说他已经是成人了哈。那么我觉得他的成功应该是归功于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舞蹈演员，但是因为这个女儿，她舍弃了自己的这个职业，舍弃了自己的事业，一直来培养和陪伴这个女儿。另外呢，我觉得他的成功呢还有助于他的父亲在他没有成年的时候就为他铺就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是别的人，或者是说我相信我18岁的时候是没18岁以前是没有这样的幸运的，所以这种幸运呢给他带来了一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我希望我也愿意看到刘亦菲能够走上艺术的最高的殿堂，这我想这是我们大家今天来参加的一个共同心愿。那她从《天龙八部》这部电视剧和我们在一起工作，一直到《神雕侠侣》，我觉得在短短的3年当中，应该说她实现了一个跨越。那当然说距离这个更高更好还差得很远，那我相信有这样的道路的铺就，经过他自己的努力能够攀登上这个艺术的高峰顶点。谢谢您今天对我的支持和鼓励，然后能够让我有机会拍我自己那么喜欢的角色，然后把那么大的戏的角色交给了我，尤其是关于我小龙女，然后我觉得在我们的剧组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课。虽然开始神雕特别辛苦，也是特别的记忆犹新，就是那段时间整天就是下凉水啊，然后吊威亚，但是我觉得拍出来的东西确实是让我们都觉得很高兴很满意，所以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很充实，所以今天谢谢张老师。好，祝贺你。谢谢。这个亦菲今天很高兴，确实一个人哪有这样的机会在国宾馆度过自己的生日，同时迎来自己新的事业的征程的开始。亦菲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敏于形纳于言，但是我们主持人就靠这张嘴，只能是敏于言纳于言。这个今天呢，刚才很多人参加了亦菲和株式会社索尼音乐艺人经纪公司的签约发布会，那么这也是亦菲今天在艺术的征途上一个新的起点。那么现在我们有请日本朋友，也就是株式会社索尼音乐艺人经纪公司的老板来讲话。平俊。
先生。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今彼女は日本で大変厳しいトレーニングを積んでます。我知道你现在正在为了进军日本乐坛，接受了各种各样艰苦的训练。すごく頑張って、予定通り、行ってます。但是听说凭着你的努力，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そして日本は足掛かりのにして世界のトップスター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またそのお手伝いができることを、我々は誇りに思っております。希望你们能够顺利进驻日本乐坛，并且能够更一步发展，成为世界级演艺巨星。如果能够为此尽上微薄之力，我们将感到万分的荣幸。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支持，然后我也会不辜负你们的希望。我会尽量努力的，也谢谢，也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喜爱。頑張ってください。今日を、その第一歩にしましょう。どうもありがとう。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谢谢一直以来。プレゼントこういうの。这个是咱们音乐基地艺人公司在日本全国找到的唯一一个 Hello Kitty 的旗鼓。